最新路透曝光。6月3号，一组密室大逃脱二，杨幂、邓伦、Justin、黄明昊的上班路透曝光。照片中三人均穿着侦探服饰，十分复古又可爱。这是要在密室逃脱中开启破案模式了吗？而杨幂还是和弟弟 Justin 相约出发，伦哥则帅气依旧，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呀。芒果捞新闻，坐等节目开播啦，报道。